Hello everybody， 我又来了，我来干嘛呢？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埔里，然后看大家看到就是很多东西啊，很多 vlog 都在塞啊。你看，我们大家看一下这是谁？嗨，旁边是夫妇知道理哦。这个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啦，他是台中埔里人。然后这个。对，化妆不敢见人的阿凯，我们是不是这两天要游玩埔里？对啊，那就埔里玩咯。那我们都有各自拍 vlog， 所以如果想要看不同的，可以到江江、江伟辉以及夫妇知道去看不一样的 vlog。首先呢，我第一间要去的地方就是来到埔里，据说每一个人都会来买埔里的 P 哥咸水鸡。蛋黄，那我要鸡胗，那我们吃皮哥的咸水鸡，我觉得耶！ Yeah! 我特爱洋葱加蒜泥，这些是，重点还有苹果。苹果它把那个咸的味道再中和，就变成一个新的滋味，就像是我现在活在纽约一样。阿慧葱油饼，你点来吃一件诶。当然就是阿慧葱油饼，赶快吃看看啊！好假哦。好，就是P哥推荐的。那我本身就是喜欢大吃大喝，然后吃的都美食人。那我就好。我的肉加九层塔的，它皮很香，而且它刚老板娘在那边，我被撞死了，怎么办？比如说没关系啦，真的很好吃。好塞啊，天啊，后面好塞哦！天哪，没有看到那么塞的人，真的哦！天哪，被撞死了！全是我们现在来到了古月轩，听说D卡还蛮多人推荐这间的哦。贵，听说它经济实惠又好吃，一直吃一直吃完我变母猪怎么办？哇，结果还不来几分自己说，我算一下哦，101、120、140而已啊，还超过100啊，怎么样？我们可是我们都150哎，不然都不要吃啊，就不要吃啊，就不要吃啊，怎样怎样？老板说那个虾米要先吃干的，再加水。好，你说。好，像我们这种高级上流社会的，吃面要配汤匙，大小 sense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友山尊爵酒店，就是今天要休息的地方。后面你看有我的名字，还有 I'm Champion， 他欢迎我哎。等一下呢，就要准备出发去走行程。不过有三个八婆在干嘛？在化妆，你看。我们没有化妆。哎，我刮胡子刮到流血了。刚刚树懒这样树到流血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埔里飞行伞，可是我们刚刚不是想尽任何办法拖延时间？啊，你们都出来了。你叫屁啊！加油！阿凯有举高杖，阿凯可以的，阿凯加油！阿凯加油！会不会太感人了？要不是你在飞，你 叫什么叫啊？要不是你在飞，你叫不叫啊？这很可怕，而且等一下换我，我现在已经老麻塞了。不是因为我真的有惧高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惧高下去了，惧高下去了，是不是？那还可以，我也想要学阿凯一样，就是克服自己的心。可以。刚在空中你在想什么？出
发的时候觉得很可怕，觉得前面好像有一个自己的关卡，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把它冲破。那你以后还会怕高吗？可能还是会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会更勇敢。很多事情尝试后才会知道，给自己一些机会，勇敢执行吧。感觉怎么样？没什么啦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性欲当习惯了。大家等着看我这个影片咯。好，好厉害哦。看看我身后是谁？瓦力耶！